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七。我买华为 P30 用了3个月，今天突然发现了一个超震撼的一个功能，它有2个摄像头同时可以摄像。待会儿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黑科技。我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双景录像的一个功能，这个摄像，它这个超广角非常厉害。风在空中摇摇吹叠，秋风萧瑟凛冽，满天飞舞风雪，因为你的出现打破所有的一切。月儿阴晴圆缺，照着疲惫黑夜，人来人往拼命追逐未知的一切，穿梭从前的街，感觉如此强烈。